这句英文要怎么说啊？让我告诉你。What's up, yo？欢迎收听这句英文怎么说。我是芭比。I'm Duncan. Welcome to episode hundred and t one 1 0 e 一百零三集。那这一集呢，我们的呃主题句依然是非常的实用。 这就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特别是如果是在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遇到这个状况，有时候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嗯嗯、对，就是我的电脑宕机了。嗯，computer problems。对，当肯如果电脑宕机的话，你通常会怎么处理 <laughs>、uh,？i l l just try to restart it，是 <laughs> 要重开一次。 对，最简单的方法。对，对最简单<对>就是，如果自己可以用重开机大法救好的话，通常都不会找到我们的那个资讯人员，因为他可能要负责全公司的电脑，他们会比比较忙，要很多事情。对呀，嗯，好，那在进到我们主题剧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哦，就是啊，现在我们常春藤推出了数位的订阅制。Ivy e n g r i s s 嗯。<S 嗯 对它非常的实用哦。为什么实用呢？因为啊，就是如果你喜欢，就是每天念一点英文，你有这个每天学习英文的习惯的话，不一定要很多，一点点，每天十分钟、十五分钟都可以。其实你就会很适合这个呃常春藤的数位订阅制。因为呢，如果你用数位订阅制的话，你可以每天就是在手机上啊、电脑上啊，很轻松的看常春藤的订阅内容。那订阅内容会有哪一些东西呢？呃，第一个。 就是会根据你的喜好，还有你的英文程度来刻制化你的阅读学习的专区。那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主题哦。那当然，就是除了文章以外，还会有我们常春藤的专业的老师师资群来详细的讲解说明，还有朗读。那还有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有发现一些呃重点的单字，是你特别可能背不起来，或是特别不了解啊。 还、啊、或者是片语啊、例句那些的，那你都可以按一个键就收藏起来，让你自己随时可以回来复习，就会知道说哪些单字是我比较不熟，那下次回来马上就可以进到那个专区去复习你的单字。那第三，学完了以后呢，当然要测验一下自己，就是有没有记住啦。所以呢，就是订阅制的话，还会有随堂的小测验，就可以让你知道你有没有真的学会，而且你答对了，你还可以赚点数哦。 那如果呢？你现在注册成为常春藤官网的新会员，就可以免费体验订阅制七天哦。那我们会在这一集的节目资讯栏里面放常春藤订阅制的连接就是大家赶快来成为新会员，体验看看常春藤订阅制，就是让它嗯、呃、变成你每天学英文的好帮手。嗯,嗯，不错。好，那我们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喽。主题就是我电脑宕机了，英文可以说。 My computer crashed. Crash. like It stopped working的意思。可以请Duncan帮我们拼一下crashed吗? Crashed. C-R-A-S-H-E-D 其实就是当机了的意思。Yeah, yeah, 那当然，有时候因为宕机，它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嘛。有时候你不是真的整个宕机，你可能只是觉得有点卡卡的，就是，哎、嗯欸，你平常转的很顺，可是为什么我现在要移动或是怎么样，点到某一个网站有点怪怪卡卡？那这种情况可以怎么用英文说呢？嗯，呃，这样我们会用那个一个动词 freeze，freeze。所以如果那个你的你的 mouse、你的电脑就是突然不动。

你可以，你就可以简单说，哦、oh,，my computer is frozen，or my computer is freezing，这样。嗯，就是如果字面直接去想的话，它有点像，是我的电脑有点冻住了，可是那个冻住并不是真的变成上面结冰哦，因为。 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那个卡通 frozen，可是其实不是，它就只是暂时有点冻结的那个状态。嗯、那呃，如果你要在这个句子后面加上一个 up，或是不加 up 都可以。那你也可以用现在式，也可以用过去式，可是不会用过去完成，就是 frozen、这个。对，比较小对我刚,刚说，但是很少用这个。对 So，对哦 my computer froze，还是 my computer keeps freezing，这样比较比较自然，比较、嗯。 现代英文的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比较呃更准确的表达你现在电脑宕机的状态的话，就是很严重的宕机，你是用 crashed，然后有点卡卡的你就用 frost。嗯嗯，但是有时候 computer、嗯、the computer will freeze first and then crash later <laughs> <樣>。丹肯说的非常对，就是有时候你一开始以为它只是卡卡的，可是呢，你就自己在那边动来动去以后，它就真的宕机了。 所以两个句子一起学起来。嗯，好，那我们继续补充学习其他的句子哦。嗯，如果我自己用了重开机大法以后，就是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状态，我可能就会请我们公司的资讯的伙伴来帮我看一下。那我要说，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看一下什么？就是看一下我的电脑当机的状况。那这句话我们英文要怎么说呢？Can you help me take a look? 其实那个 take a look，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句子，就是蛮多情况可以用 take a look、嗯。对对，对不对？Check out 也可以替换那个 take a look，check it out 差不多一样，这是很很常用的的英文呃问题。Can you help me take a look？Can you help me check it out？什么都可以 check out，还是 take a look？嗯，就比方说，如果你的车子怪怪的，你也可以开到那个修车的地方，嗯、请那个修车的师傅帮你 check out。对对。 还是你给你的家人打电话说啊，在什么房间？你可以 Can you look for something like oh? Can you take a look in the living room? Can you、uh, take a look outside? 都都可以。嗯，所以其实各种情况几乎都可以适用，就是帮你看一下，嗯、或是确认一下某个状况。没错。嗯，好，那如果这时候哎，好，那个资讯的伙伴帮,帮你看完了电脑，他给你一些。 建议他有可能说：“你先关掉城市试试看。”嗯，呃，这个推荐英文会说 “try closing the program first”。嗯，这个 program 可以请丹肯帮我们拼一下吗？program p r o g r a m，那个 application 还是 app 也可以，也可以用在这个句子。try closing the app first。嗯。 就是其实，呃，program 它这边就是电脑里面的各种程式，不管你是要直接关掉你的可能像 Google 的 Chrome 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呃，Word 啊或者 Excel，基本上你它大概都可以用这个字来形容。对，那当可能刚刚也有说 app 或 application，虽然大家会第一个联想到的是你手机，因为电脑里面大家会比较少用 app 来形容一个。 城市可是，当可能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当可能有时候，如果是用 app 来使用电脑里面的一些城市，也有时候也是可以的。呃，对，其实那个 program 跟 application，如果你在讨论电脑的软体，这是一样的意思。嗯嗯嗯嗯嗯。但是那个 app，那个比较短的 app，就好像在在这世代比较常替那个那个手机的的城市，但是其实本来的的意思是一样。 App 跟 application 跟 program 都都一样的哦，oh,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有有变化的事情。可能一开始他们的呃意思都是相通的，可是因为大家就是手机里面的 app 很方便，所以现在通常你听到 app 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会想到你手机里面的 app。嗯，对。好，那当然有时候也会被推荐说你重开机试试看。嗯，这样就是 try to restart it。 Try to restart it. 嗯，restart it. Restart 就是重开机嘛。嗯嗯。嗯没<错>那可以请丹肯帮我们拼一下这个字吗？Restart. R-E-S-T-A-R-T. 对，如果你在英文，你在学英文的字，你看到这个 R-E，那个那个意思就是再一次再做什么，So restart 就是 start again。对。嗯，刚刚丹肯帮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就是。 有点像是字根字首的那种记忆法，就是如果你在英文里面看到一个单字，它的开头是 re 的话，通常通通常你就可以联想到它就是重新再什么什么一次的这个意思。嗯、那像这边是 restart，就是重新开一次机。那还没有其他就是 re 开头的也是这种重复的意思。嗯，对，大部分是在有,有一些是不同的但是我我在英文的字 like 八八十趴。 作用这个 re 就是在做什么的意思。嗯，比方说 review。Yeah, review to look at again. 对、嗯、review again. 对，嗯，就是复习，因为你就重新再看一次。嗯、对，好，那除了刚刚 Duncan 教的那两种用法，它比较像是一个直接建议你，所以你有发现它的主词已经被省略了，因为它的中文它是说你先关掉程式试试看，或是你重开机试试看。可是其实英文里面没有 you 哦，嗯、那 如果你要加的话，也没有问题。你就是在前面加个 “you should” 什么什么什么，“you should” 就是后面刚刚当肯教的句子。没错，我们我们刚教你是 like 推荐还是命令，是 like try closing the program first。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完整又比较礼貌的句子，OH y o u should try closing the program first。You should try to restart it，就很很容易记得这样的的句子。嗯。 就是这只是同一个句子，用不同的可能口口气跟方式来说，但意思会是一样。那当然，当肯也有说，如果你要用问句的方法，就是哎，一个小小的建议，可是比较不是直接说你就这样子做，而是说哎，你要不要怎样怎样看看，嗯、也可以用问句哦。嗯、那这个情况我们要怎么说英文？这样你就在前面加一个 did you，so did you try closing the program first？或是 Did you try to restart it？嗯，就是如果你要、啊、问说，哎，那你有没有试试看先关掉程式啊？你有没有试试看重开机啊？你就可以把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建议的直接的句子前面加上 Did you，然后就后面讲出来就 OK 了。嗯嗯，好，那我们进到今天的情境对话喽。嗯，我先念英文，然后我们再念中文。OK，好，My computer just crashed.、Oh, really? Just like that? I'm not sure. Can you help me take a look? Okay, I'll check it out. 好，我的电脑宕机了。是哦，这么这么突然。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嗯，好啊，我看一下。谢谢。那怎么这么突然？其实刚刚 Duncan 在对话里面是说 "just like that"。嗯嗯那在我们讨论的时候，Duncan 有讲到另外一个用法。 所以、呃，有一些美国人我们可能会说，呃，all of a sudden，or all of the sudden，对，这好像是比较，嗯，比较接近那个怎么这么突然的的语言。不过，那个 all of a sudden，all of the sudden 其实是不是正式英文的的文法。所以，我觉得 just like that 是差不多的意思，也是比较容易被这样的。嗯，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表达啊。 这样哦，这么突然哦，这种感觉更口语的方式就是刚刚 Duncan 教我们的 just like that。嗯，对，但是也有美国常常用的用法是 all of the sudden。all of the sudden，还是 all of a sudden 都可以。嗯，这两种用法都是很不错、很口语的方式。 好，那今天我们今天的文化闲聊喽，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在聊电脑嘛，嗯嗯、就是电脑当季的状况，所以很好奇，不知道美国办公室现在大部分呃是用微软的系统还是用 Mac 系统比较多呢？就是上班族的话，啊、呃，我觉得在美国大部分的的上班族还是用 PC 那个 Windows 的的电脑，呃，Mac 是我觉得每一年越来越多，不过只好像 Mac 还是比较。 比较专业的的工作，那、like, 个如果你的产业是需要 l i k 设计很多东西，还是 like video editing、audio editing，呃，这种工作大部分的人应该在用 Mac。不过，如果是美国传统大公司还是政府的办公室，大部分还还在还在用 Windows。我觉得，还有所有的美国那 i、like, 呃 国民学校，like public schools，大家都在在用呃 PC，对对，嗯，所以学校如果要教小朋友开始练习那个操作电脑的话，也会先从 PC，就是微软系统开始学。对对,对,对，我我才只有只有比较贵的那个设立学校才会才会用 Mac 教小朋友，那个百分之九十的学校应该在用。 旧的 PC，对、嗯、<laughs> 对，對或者是说，比方说大学一些科系，它就是设计或是影像，就是这种有特殊的一个目的的话，嗯、它才比较会去用 Mac 来操作。对,對越来越多，我觉得可能，嗯，五年十年，将、嗯、来那个将来五年十年左右，可能会有来、like、一半一半。但是现在我觉得 PC 还是还是比较多。嗯，如果你看 t r a 美国的话，嗯。 感觉跟台湾或者甚至是全世界的状况应该也都是差不多这样子。嗯<哼>嗯，就是大家呃一开始学的应该都还是微软系统，可是你后来有不同的需求的时候，你就开始就是去学、嗯呃、Mac 的里面的一些软体来操作。對,對,对，对我也我自己的印象是，like 呃、uh,，once you go to Mac，you don't go back。平常如果你呃，就是我大部分认识的人，他们开始用什么 MacBook，他们后来不会想回去买什么 PC。那个。 The exception is for video games. 对，好像如果你如果你非常喜欢那个那个电脑的的游戏，你可能还是要一个 Republic of Gamers laptop之类的。但是为了一般的工作，大部分的人他们开始用 Mac 就会一直一直继续用 Mac。嗯。 刚刚说，就是他身边朋友的经验是，如果开始在工作上面使用到 Mac 电脑的话，通常就会继续用下去，除非你今天是玩可能电那个游戏，对，有些游,游戏它真的是用微软跑起来更快，就是超级快的话，那他们还是会使用微软去跑这个游戏才会更顺。<对>那不然的话，通常就是后后来就会一直用 Mac 系统。对对，对对嗯，好，那我们来复习我们今天学到的主题句跟呃各式各样的补充学习喽。 第一个是我电脑宕机了，My computer crashed。我的电脑卡卡的，啊、oh,，My computer froze，还是 froze up？嗯，froze 跟 freeze 都可以用，可是很少用 frozen、嗯。对，没错。对，那请丹肯再帮我们拼一次 froze 好了。froze，F-R-O-Z-E。R o Z e、嗯，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Can you help me take a look? Try closing the program first. 还是, you should try closing the program first. 嗯,就是一个有省略掉,一个没有省略掉, you should, 那再來是你重开机, try to restart it. Did you restart it? Did you try to restart it? 张肯很贴心，就是上一句张肯帮我们复习 you should 的句型，那这一句张肯帮我们复习 did you 的句型，嗯、就是同样的一个句子，你前面如果加 did you，就是问对方说，哎、欸，你有没有这样子试试看呢？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这个节目是由常春藤的团队学英文吧制作的，欢迎你到学英文吧的网站 ivbar.com 到 T W，或者是 ivbar 的 I G 复习 podcast 的内容。如果你是我们。 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请帮我们按下订阅或是追踪，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个礼拜的新节目喽。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你留言给我们，比方说你有遇过什么样子的宕机的状况啊？那你是怎么解决，或是当下造成你什么小小的困扰这种故事？然后我们都很喜欢收到大家的留言。嗯，那我是芭比，I'm Duncan。我们下次见喽！See everyone next time. Bye bye. bye, bye.